的是棕榈岛。然后大家都知道棕榈岛从天上看下来就像棕榈叶一样非常美，是填海填出来的。当然在我身后的那个也是世界著名的酒店，帆船酒店，一切都非常的棒。对啊，这里的沙呢非常的柔软，然后太阳感觉很热烈，但实际上它是温暖的，所以你有一种被欢迎的感觉。最后一个晚上在迪拜了，虽然很舍不得，但确实要离开。现在想想这里呢，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。这里的天气，这里的阳光，这里的大海，然后这里的建筑物，这里的食物，当然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。哦，当然，神奇的迪拜，我还会再来的。